动物园区终于完成修复，正式开幕了。三、二、一，请推动。启动摩登世纪台博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正式开幕，请总统、部长还有馆长、局长看一下正前方。
票房的摆设呢，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售票的窗口。好，售票的窗口旁边呢，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场的这一个实体的这个文物，它称为票柜。那这个票柜呢，不是我们投票的票柜哦，是我们卖车票的票柜。以前的所有的火车票都是在印刷厂事先印好。
谢谢。Faces hold terror, seems to be safe.